首先点击登入，在最下方点击建立专属账号，填写资料，先输入您的电邮地址。接着输入您想要的密码，密码长度至少要六个含大小写英文字母与数字组合字元，然后输入您的名字、法号。选择您的出生日期，接着填写您的国家、到场及联络地址。最后输入图形验证码，完成后点击确认送出，您可以检查邮箱是否收到确认邮件。点击邮件链接，确认账号后，你就成为正式会员啦，然后你就可以重新登入账号。在这个页面，您可以看到您的持咒总数，点击直接持咒，写下您的持咒次数。然后点击送出，就完成了登记。想要知道自己每一次的记录吗？点击详细就可以查看了。